介绍，我今天的话唱的是一首台语歌，然后这首台语歌很特别，是以前我有组一个乐团叫做黑孩子，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创作一首歌叫九和女人，还蛮特别的，那个感觉好像是就是好像去那个台东的山上里面听原住民唱那个台语歌，那种感觉。Thank you.